是没用的。嗯。3月18，闯王李自成发动农民起义，率领大顺军与明朝军队展开殊死搏杀。顺军消灭明军，攻克北京，推翻明王朝。兄弟们，随我入城。先帝者，赏万金，封伯爵，逆者，一气足。是。
垂钓。啊！嗯，你说，你要是个面条就好了。陛下，陛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朕怎么没有见过你？回陛下，我叫大宝。其实我是个宅男，一直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。那天忽然想到世界那么大，我应该出去看看。可是刀子将老王说我天生骨骼奇特，天生就是进宫吃皇粮的。可是一开始我是拒绝的，但他还是把我带进宫。你先起来吧。是陛下。虽然朕没有来得及宠幸你，但今日朕就册封你为惠妃。大宝，在。这是朕最疼爱的吉祥公主，朕今日就把他们二人托付给你，你带着他们逃命去吧。是陛下。陛下请三思。这个来历不明的小太监现在过目。满朝文武，这信得过的又在哪儿？去吧，陛下。大宝，在，带他们走。交给我的事情，我是一定会办到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们俩是怎么进宫的？色诱。色诱？妃子都那么多才多艺，能不亡国吗？你还说？哎，行了，快给我找坛子吧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？你俩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。这里这么多坛子，一定是酒了。酒？
那这是董酒。董酒。五粮液。哇塞，慧妃，你好好厉害呀！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？不是酒，是我的根，上面写着大宝。哎，快找吧。这是什么？好好玩啊！这个种子，你看，它埋在土里，都发芽了。哦，这样。哎，你看这个都生根了。对啊，越大的根就放在越大的坛子里。哦，给我找最大的坛子。大的坛子，哎，在那儿呢。快到喽！快到喽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前面三个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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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他妈你们说话呢？没听清啊！竟敢跟本公主这么说话！你说什么？公主？他说，恭祝你福寿一天齐，恭祝你生辰快乐，年年都有今日，岁岁都有今朝。你是不是当我傻呀？你看看你们穿的衣服，你们穿的衣服就已经暴露你们的身份了。其实你们几个是戏子，我听着没错吧？啊，对，我们是戏子，豫剧。霸王。豫剧。霸王发。哎，等会儿，霸王和虞姬有孩子吗？有吧。啊。我书读的少，你们可不要骗我啊！官爷，他呀本来是演乌锥嘛，啊，可是总嫌自己没台词，总想着给自己加戏。我是演员呀。有点意思。行，别演了，来呀，把他们给我关起来。是，晚上给爷唱两曲。休息一下吧。哼，你个死太监，白天让我们又唱又跳的，现在你还在这里睡大觉，竟然敢让本公主饮马。你说我刚才演的像吗？说到演戏呀，那你可算是问对人了。演戏最重要的就是走心，要真听真看真感觉。就是开饭啦，开饭了。有没有我们的？哎，有没有我们的？我们还没吃呢。哎，给我拿个簪子。行不行啊？这锁头要是有桂花糕就好了。
该你，谁让你吃独食？奇怪了，我刚刚看见明明是桂花糕啊，一定是你饿晕了，出现幻觉了。这不是幻觉，这一定有原因。哎，我们把刚刚的情况再捋一下，一定能找出原因的。理你妹呀，你这锁头都开了，赶紧走啊。没进宫之前，这是我家。你家好大呀！你家好小啊！现在这是逃难，你们两个别一口一个死太监的。我叫大宝，还有你也别叫什么惠妃了，得改一个名字。改一名字？哦，没进宫之前我叫春花。春花真好听，真好听。那我叫什么？吉祥公主啊，那你就叫祥云吧。啊，好好好。什么是祥云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两个必须听我的。凭什么？凭我是这里唯一的男人。想好了说话。凭我以前是个男人。行，既然先帝把我们托付给你，你说去哪儿？南方。听说南边已经建立了南明朝廷，我要带着他们杀回京城，替我父皇报仇雪恨。行，但是去之前得先把我的宝贝找回来。你是不是傻？光复大明之后，什么宝贝我都给你。我不要，我那个宝贝天下独一无二。行，我支持你。谢谢。但是拿回来之后得先让我玩玩。什么？你要将我们献给叛贼？嘘，我打听过了，知道我宝贝下落的人只有李自成的手下马校尉，他是专门为李自成搜刮城内财宝的人。据我了解，此人极其好色，所以为了打听出宝贝的下落，只好投其所好了。那你也不能把公主和皇妃献给一个反贼呀！我们不去。哼，不去就不去，真以为人家能看得上你们呢？平时丫鬟婆子说你们怎么怎么美啊，怎么怎么俊，那是捧你们呢。就你们两个这样的，出了城乞丐都不稀看你们一眼。放屁！你少拿激将法。我父皇后宫佳丽没有三千也有八百，哪个长得有我好看？公主，我可是先帝万里挑一选出来的，你说这后宫都不如你，那你是在质疑先帝的眼光吗？看来你是不服了。嗯哼，那明天就比比呗，看他选谁。输了可别哭啊。哎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快点。三姑娘，这边请。将军，人带来了。哟，这就是武功盖世、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马将军吧？有事说事。马将军，咱全北京城的老百姓啊都知道，咱李闯王的军队啊，那是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的。闯王的将军啊，那都是常胜将军。
更尤其是你马将军，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。有种脸的说，马将军想和您攀个亲，这两位啊是我的干闺女，这个是祥云，马将军吉祥。这个啊是春花，马将军万福。马将军，别看我们是干母女，我对他们两个呀，那是视如己出，还望马将军您收留，也不枉我呀，这辛辛苦的把他们俩拉扯这么大呀，马将军，我就算死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马将军，马将军有令，几位请回吧。哎，你留下。我？呸！你个浪骚货，我看你就不是个省油的灯。本将军就喜欢你这样。将军您呢、啊、真有品味。嗯，我带着那两个小豆芽啊，其实就是为了衬托我这个老骚货的。来吧。等等，听说将军专门为闯王搜集财宝，不知我可否有幸一看呢？啊，你要是早跟我说几天呢，绝对没问题。可是前几天闯王刚刚带着10万大军去山海关打吴三桂去了，财宝通通带走充军去了。啊？嗯。都带走了，连根毛都没剩下。嗯，也不能说都带走了。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你不就是我的大宝贝儿吗？你马将军，稍安勿躁，要不咱俩玩的更刺激的。我就说你是个老骚货。好啊。
在我面。好嘞。山海关还要走很长一段路呢，填饱肚子要紧。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。老板结账。哎，来了。八千。我说没带钱你信吗？说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钱，你们信吗？那我要说我好几天没杀人了，你们信吗？给钱。老板，您跟我们，您，老板，我请。哇。先生留步，先生，感谢先生出手解围。举手之劳，何必言谢？敢问先生尊姓大名？万芳。小女春花，这厢有礼了。哎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他可是我爹的人。就是，不就是八个铜钱吗？你的意思是你身上有钱？小爷我出门还用带钱？我抓把土就是钱。先来。哇！小爷我视金钱如粪土。停！停！干事儿呢？往哪儿跑？大嫂，快点！咱们骑的是马，你们骑的是猪吗？你是怎么把他们变来变去的？对，还有那次的锁头变桂花糕。这个，嗨，这个瞒得了你们，可瞒不了我。大宝其实是半仙之体。半仙之体？错，我不是半仙，我是神仙。那你为什么每次都像过了电一样？因为我是雷神呢，我是奉玉皇大帝之命下凡到此。到此，到此，寻找宝贝。对对对对对，寻的宝贝。
所以你们几个要好好的服侍我，等我完成了任务，也在玉皇大帝面前给你们美言几句，到时候也能让你们长生不老，位列仙班啥的。所以起来，来，小雨，丢肉去。吵啥？有腿啊。不许动，不许动，哎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不许动。把他们给我砍了。是。别别别，你凭什么砍我们呢？你敢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们是闯贼派来的奸细。放屁，你一不识二不问，凭什么说我是奸细啊？大战在即，先斩后奏，宁可错杀一千，绝不放过一个。是是。什么情况？报告总兵，抓到四名奸细。请问马上做的是吴总兵吗？常伯。胡氏晚芳啊。晚芳，真的是你。我靠，这大哥口味怎么这么重啊？臣妾罪该万死。晚芳。常伯。报！报总兵，人已带到。好，快快有请。是。看见将军还不下跪？不用了吧。感谢三位恩公护送晚芳至此。你是晚芳？现在兵荒马乱的，我一个女子只身一人，多有不便，所以我女扮男装，请各位见谅。我是陈圆圆，你们可以叫我晚芳。你是陈圆圆？陈圆圆是谁啊？啊，不知我该如何谢过三位。我要杀了李自成，替我父亲报仇。我要杀了李自成，替我丈夫报仇。嗯，我要杀了李自成。我要拿回我的宝贝。哈哈哈哈！好，明天一片石狮寨，我誓杀闯贼。等进了紫禁城，所有金银财宝任你挑选。爷们儿，你才爷们儿。公元1644年，纪清顺治元年4月，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，在山海关内外击败李自成大顺军。此战的胜利，开启清朝入主中原、建立在全国的统治。
没错，绝对是他。哎，我说，这都俩时辰了，难道没有一件中意的？你看没看见一个这么大的坛子啊？嘛玩意儿？坛子？你早说呀，金盘子还是银盘子，这不有的是吗？随便拿。我说的是坛子。哦，团子？你说的是肉团子还是菜团子呢？你可去厨房。给。你说嘛玩意儿？坛子，泥坛子，上面写着大宝的泥坛子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早上啊，让刀子匠老王给拿走了。老王？嗯，一个刀子匠老王能从这里随随便便的拿东西吗？他哪有那本事啊？是的主子曹公公让他来的。你也知道，曹公公那现在可是吴总兵面前的大红人啊！我跟您说，哎，人呢？出骗我说宫里招人给你十两银子，你就让我光宗耀祖，结果你却让我断子绝孙。英雄，上知下拜，我也是如无奈呀、啊。少废话，今天我也让你尝尝裤裆里空空如也的滋味。我别别别，我别，救命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苍蝇，师傅，师傅。回来了，怎么样、嗯啊？快打开看看，到底是什么宝贝？去去、这就是你要找的宝贝？这东西好奇怪呀、啊，宗儿。给我炖。咱家这么多年，知道咱家为什么要煤山炸死吗？属下不知。因为咱家放心不下这大好江山。现如今吴三桂占据北京，多尔衮又即将入主中原，李自成残党未灭，南方又建立了南明小朝廷，正所谓是天下大乱呢、啊。
正所谓乱世出英雄，也许这大好的江山呢、最后还姓了曹呢。公公为何叹气呀、从古至今，乞丐当过皇帝，亭长当过皇帝，武将当过皇帝，就连女人都当过皇帝，唯独我们阉人当不了皇帝。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阉人无后，无后就没有人怕我们，无后就永远都站不住脚跟。天地之灵物，只要公公吃了它，就可令公公重振雄风。哎呀，这胡子听听听听，公公，俺认为应该先将其切成滚刀块，用盐腌制半个时辰，再蘸少许的淀粉，然后再放在八成热的油里炸。不对，他说的不对。公公，我觉得应该用最好的豆豉酱清蒸，油撒就会破原有的味道了。胡骗！你们这样会破坏其原有的精华。公公，我认为应该用枸杞、鹿茸、人参、泡椒。你可拉倒吧，都别搁这整景了。公公，你就整条洗干净之后蘸酱丝，老盖了。哎呀，是啊，妈玩意儿，听干嘛？我行。停！你别瞎说，别瞎说。公公。万万不可呀，吃这个东西它是有讲究的，吃之前必须杀了本主方可揭晓啊。那就改夜宵吧。放心不下你们，特地让我来送送你。你，我来。天一，走，
你好厉害，原来你真的是神仙啊。现在知道了吧？嗯。走，进屋给我揉腿。好的。真有太监神仙吗？想到这小子还会妖术啊！回公公，一定是被阉割之后解除了封印，他才有了如此的能力啊！不过没关系，今夜我将那坛子稍加处理，让他今晚就失去超能力，明天一举将其擒获。那还不抓紧去办？是，是。心情拜神。哎，你不就是神仙吗？你们两个懂什么呀？这叫要想好大敬小。哎，对了，你的法力为什么没有了？因为我没睡好啊。行了，别啰嗦了，收拾收拾，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对付一宿吧。住这儿啊？我可不住。你，好了好了，赶紧收拾吧，让大宝好好休息一晚。那好吧。春花，谢谢你。见面了。昨天我已经手下留情了，
但是看在你我都是太监的份上，我可以今天再放你马。你还是走吧。你的把戏昨天咱家没有看够，今天特地过来再看一看，你到底还要变啥？好，今天我就让你变不回来。土豆，茄子，辣椒。大宝，大宝，咱家不喜欢吃地三鲜。你个兔崽子，原来是你！住手！他可是神仙下凡，不对，你要是杀了他，天明天家会找你报仇的。你俩真是五百组合呀、啊！什么意思啊？说你们俩都是二百五。要杀他，先杀了我们。对，看你怎么有脸见先皇。也罢，看在先皇对我不薄的份上，你们俩走吧。不，我们不走。走，快走！我让你们俩走就走，相信我，我是神仙下凡，快走，走啊，走，走啊，大宝，走。能成仙？大宝，到你了。看什么看？快解除封印啊！解除封印？哦，你吓死宝宝了！那玩意儿能随便解开吗？大炮自己就消失了、啊、没有了。也不是，大炮又变成坛子了。那这不在这儿呢吗？里边东西呢？里边我给你炖了，你刚喝的就是。啊，你给我炖了、啊、不是你让炖的吗？你们炖了我的命根子。我的命根子，我的命根子。我的宝贝回来了。
啊！是什么？这可老厉害了，能有多厉害？试试不就知道了？试试就试试。来，哎，你拿把金子。我就送你们到这儿了。春花，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走吗？大宝，公主，你们走吧。我真的已经厌倦了宫廷的生活，在外面挺好吧，自由自在的。春花姐姐，等我们到了南方，见到了红光帝，我们一定会打回北京的，到时候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团聚了。好妹妹，我等着你们。对了，大宝，我现在有了你的骨肉，临走前给他起个名字吧。我叫大宝，孩子就叫小宝吧。小宝。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生生死死，我都还不知道你姓什么。我是个孤儿，我也不知道我姓什么。孩子就跟你一个姓吧。我娘家姓韦。好，孩子就叫韦小宝。